2016年2月17号，今天是礼拜五，也是幸福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旅的第六天。我们现在在眼前所看到是来到河北的石家庄，现在时间是接近下午的4点钟了。那把车辆做个位置的对调，我们现在继续前往今天的火车的总站，也就是所谓山西省的省会太原。我们现在叫下一节叫龙泉北，现在是所谓的就是这个位置。欢迎乘坐中国高端白酒望之南动车组列车。有听到广播吗？列车前方到站是阳泉北车站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next station is正前方可以看到这和谐号，这就是所谓的叫石家庄。石家庄是一个整个河北的省会一个重镇，那也可以看到是整个石家庄的外面的工业的发展，非常非常的棒的部分哦。河北也是一个整个农业那工业的重镇。好了，这就是整个河北石家庄的一景的风貌。我们现在这边先告一段落。欢迎继续关注幸福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的第六天的朝圣之旅。明天前往山西省最棒的就是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。OK， 好，拜拜。